你爹爹做买房五房阿哥啱唔啱啱冇？大家好，我系曾飞斌，今天我做到五房来到奥体中心，帮大家一下来分享我哋五房阿哥啱唔啱啱嘅研究。五房阿哥啱唔啱啱啊？我认为系分四方面来支持嘅。第一，体系方面，你哋认同冇？第一只系因为五房阿哥经验，我哋都爹爹五房人以前呢系大石头嘅。个大石头呢，就个身份派历史来打哟。你看那里背面立体同个雕像，就系那条五花人的刻造。个第二的系咩呢？系桥音，就更加讲诶五花吧。哎，你话五花五花，打死都五花。五花吧是分啊，因为好多都系体商。个体商方面系咩呢？就系性格啦。五花人的性格，大家都知嘅，说来就是说一不二啊。你个性格也得到好多人的中意啊，当然也有时候会得罪有啲。咁诶，体系方面就系重病啊。五房阿哥系要买呢？你都点啊？功夫啊，冇错。功夫呢，第一五房人打功夫系出啲两样啊。第二呢，打足球啊，世界球王李飞鸿就咁嚟选出嚟啊。系乜嘅功夫？你都啲咧？金上金座，金担当，五房阿哥硬打硬，做人做事做事该，五房阿哥硬。